是我哋坐地粒绿啊，乜嘢情况底下都可以拥有噶啦。但系我哋而家希望咧，将成个嘅嗰个表演咧 upgrade 去一个 level， 就系话个声音好靓嘅。靓嘅时候，你要成个乐器嘅架构啊，要揾翻啱嗰个 soundboard 靠口。哦，呢个系第一个平面咯，呢一样嘢要注意啦。然后呢、这个。向外，这一个平面 hold 住它，我敢突破。这些发力点呢，个谱这个位置要出来啦。第一句琵琶，然后吸气，望，这个望字底本身它已经是一个发力的那个点来了。好，将这一句呢，先声夺人啊！呢句一定要唱得非常之好。觉唔觉得个声音嘅亮点比刚才唔同咗啊？呢个系第一样嘢咯。然后喺个过程嗰度啊，只能够向下嚟到谂，唔能够向上谂。点样为止系向下呢？我敢突破，尤其系嗰啲拉音嗰啲位啊，那个气息嘅使用嘅源头啊，要由呢一度向下去 reach 个气息，好似你。將啲水咧，呢度有個井，你要吊佢上嚟，你個桶要向下伸咯。你冇理由啲水自己識得向上嘅咧，向下突破呢個第一個位，呢個係好 tricky 嘅一個位。然後吸氣啦，琵琶個琵琶嘅第二個音係第二個位，然後望的后半部分一定要画圈，好，再来，如果不是声音会颤抖，会抖啊，啊，再来一次这个。最紧要系喺嗰个最后嘅嗰个音啊，尽把爱音诉。呢个诉啊，连嗰个尾巴一定要翻去佢个圆，嗰个下一句嘅嗰个始点上面，即系话呢一个线条一定要用一个打圈嘅线条，个诉字向呢度向外推到尽咗嗰个位，然后下一句啦，叹息。别故乡，这个乡字都是肌肉主动向外推，再来一次。
個息字，嘆息呢度用咗力啦，貼住向後，嘆息呢個呢度向外嘅時候咧，呢、這、一個要早過個喉頭向下，嘆息別故鄉，係啦，要貼住，好似你個身要貼住嗰埲牆咁樣嚇，要黐住埲牆，唔能夠離開，嘆息。是啦，未 repeat 呢个重版安音十。個音咧，呢度就要撐住啦。黃土堅嘛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後半部分就會 collapse 啦。後邊嗰四個音咧，景。